我穿一个超人小内裤来买饭饭。那个老板，哦，小内裤。好，我帮你脱吧。不要啦。还是你当穿小内裤骑这个。小内裤还是放在这里当轮子啊。嗯，你穿一个小内裤，然后骑这个车子，就变成超人了。嘟嘟嘟，嘟嘟嘟嘟。对啊，然后对这样子，哦，然后就飞了这样子。这样怎么骑呀？啊，这样要怎么骑？这样等一下又跌倒了，要空空。然后哦，这样子。哎呀，穿一个黑色的小内裤也想来买便当。Go go。Go go go， 爸爸战士。你是意义战士。我有听到你说爸爸战士。I go， you go， Turbo， 团结合作就是对我们最强集体战士。I go， you go， we go， Turbo。一起出发，乘着世界的梦想。一一一一，我又一直骑。哎呀，好了啦，天都黑了嘞。等一下，老板都回去睡觉啊，没有卖便当的啦。那时候一一就只有辣椒可以吃了啦。啊，你要吃辣椒吧？嗯。